五落油煎，萝卜糕仲可以点食。首先将萝卜糕切成小方块。萝卜糕的主要材料是白萝卜，你种古今中日韩唔少得嘅食材，真系好有益噶。俗语话：冬食萝卜，夏食姜，唔使医生开药方。白萝卜含有辛辣味嘅芥子油，可以分解肉类脂肪，帮助消化。佢丰富嘅纤维素，仲可以加快胃肠蠕动，促进排便。切完萝卜之后，就将椰菜切丝，再将紫洋葱同埋葱切粒。晒所有材料之后，就可以装盘啦。先将椰菜丝放喺底，然后落盐调味。如果不怕辣的话，还可以落胡椒。接着就放萝卜糕，大家可以按自己个人的口味加或者不加香草。现在加下去的迷迭香呢，就是我自己种的。都是自己种的，这里呢有胡椒薄荷和朱古力薄荷。跟住就加上紫洋葱和葱。红红绿绿的，肯定可以引起食欲。好香啊！小心意啦～